篮网客场对阵掘金，德马尔卡罗尔复出赛季首秀，约基奇得到37分21板，大勒夫特最后 0.3 秒抛投绝杀，篮网112-110击败掘金。开场篮网前十次出手九次来自三分线外，拉塞尔、乔哈里斯、勒夫特、达德利命中六记三分，篮网19-8开局。掘金这边约基奇一改前两场巨头作风，五投五中，但也有五次失误。埃德戴维斯篮下打将，卡罗尔抛投，篮网首节34-24领先。次节霍利斯、杰弗森、特拉比再中三分，篮网42-28领先到14分。约基奇登场后不断攻狂砍下9分，上半场掘金追至47-55。第三节约基奇、穆雷组合拳出击，约基奇单节得到14分，穆雷得到8分，而篮网从第二节开始连丢了9记3分。掘金74-71反超，篮网替补阵容打出8-0，卡罗尔命中3分，丁威迪投进超远中场3分，篮网82-76领先。约基奇三节19中14，得到34分18个篮板。第四节掘金替补在蒙特莫里斯带领下迅速扳平比分，米尔萨普捏拿4分，掘金最后4分钟不到领先3分，大拉塞尔延射3分扳平，雷夫特关键时刻两罚不在，但加雷特阿伦补扣，篮网104-102反超。此后双方一通打铁，穆雷罚球扳平，雷夫特抛投篮网再次领先，穆雷中投命中，约基奇封盖阿伦，助攻马利克比斯利快攻打将，阿伦勾手不中，米尔萨普接到穆雷传球打进。最后一分钟，掘金110-106领先，丁威迪突破造犯规两罚全中，穆雷跳投不中，阿伦篮下吃饼扣篮。最后29秒篮网再次扳平，约基奇单打阿伦走步，勒夫单打加里哈里斯，压倒最后 0.3 秒秒抛投命中，约基奇37-21板，米尔萨普11-11板，穆雷16-5助攻，莫里斯15-6板，莱尔斯10分，拉塞尔23-5助攻，哈里斯11分，阿伦18-9板5帽，雷夫特17分，丁威迪12分6板6助攻。